市场呢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呢波动性比较大，然后呢交易量呢也有所回收。因为第二季同第一季比呢，我哋嘅经济呢是下跌了0.3%。如果我哋七八九月呢季都是负增长的话，我哋就会技术上进入衰退的。香港的经济要走出这个低谷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停止现在相当广泛性在香港出现的暴力行为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